风暴中的雨，愿翻涌天晴，我的命运黑夜的雨衣，彩虹在岸底等一个机遇，张开翅膀轮回由我决定。如果它在心中生根，但开花在生命最后，只想要飞翔，一次奋起抵抗，就在挣扎和无奈之间高唱。只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烧结的牢笼，禁锢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，生死与共。坚持要向天空不回头的我，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，禁锢都无从，绝望都冰冻，何去何从就交给风。你若都懂，繁华落尽，生死与共。你若有梦，就让你和别人不同。冷氏男买凶杀人，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。法官大人，我认为账本原件虽已湮灭，但林小姐的证词逻辑严密，且与之前于大莽案相互呼应。另外，这个账本虽是复制版，但与银行账目和船务记录高度统一，所以我方有理由相信这个账本具有极高的可信度，足以证明冷氏男曾参与过毒品犯罪，所以还请法官大人予以采信。现在由辩护律师向证人提问。林小姐刚才讲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我不得不为你鼓掌。不过刚才你自己也说了，法律讲究的是证据，而你们所谓的证据不过是一个复制品，就算你们提供的是原件，也要通过司法鉴定的手段来确定它的真实性。所以我认为这个证据根本就不成立，因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造出这样一个伪证。检方，如果你们不能提供账本原件，你的证据本庭将不予采信。如果这个账本真实存在呢？请你坐下，旁听席人员无权发言。我可以向法庭提交这个账本的原件。法官大人，这个账本就是林九哥所提到的那个账本，上面记载了这十余年来冷氏男每笔的毒品交易，相信和龙局长手上的复制品是一模一样的，还请法官大人过目。庭鉴定科鉴定员上庭。
官大人，经鉴定，此证据为原件。畜生！这次证据确凿，冷石南跑不掉了。船上有鸦片的消息是冷立威故意投给我的。他是想借刀杀人。这个人比冷石南还要可怕。是啊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看来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我父亲怎么样了？你父亲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只不过他因中风而导致了瘫痪。护士，你看我什么时候能出院呀？我家里人都惦记着呢。别着急，慢慢养，会好的。请进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实在不应该打扰你，不过想了想，有些话我还是亲自告诉你比较好。你说吧。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，你爸冷监督被判了终身监禁，冷家的财产也会全数被清算没收。我知道了。看到那篇关于冷立威的报道了吧？市长亲自接见，法庭大义灭亲。听说他很快就要接任海关监督的位置了。哥，你知道冷立威从小是被冷石南收养的吧？他这些年肯定受了冷石南很多虐待，活得痛不欲生。你想想，也许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
都是迫于冷世南的淫威呢。你想象力这么丰富，别当记者了，当小说家多好啊。这是根据事实推测的呀。你想啊，要不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大义灭亲呢？你真觉得他大义灭亲是为了捍卫正义？那不然是为什么？这叫借刀杀人，谋权篡位。冷立威这个人比冷世南还要阴险狡猾，会咬人的狗不会叫，懂吗？可我怎么就觉得不是这样的呢？我觉得在你最需要账本的时候，他就把账本送到你手上，这点就很不同寻常了。其实，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冷立威他会不会是我们？龙香香，我问你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篇给冷立威歌功颂德、树碑立传的文章是不是你报道的？你是不是收了他什么好处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。哥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没有最好。要是让我发现你跟这个无耻之徒有什么联系的话，看我怎么提拔收拾你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样折磨自己，你没有错，你更没有罪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最善良的人，你不该这样，好人应该有好报的。孟初，你跟我回去吧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安静。老凤，你回去吧，去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就留下来陪你，我知道你是想替你父亲赎罪，而我是想替我自己赎罪。愿主保佑我。期待倔强，一个一疯狂，无所谓这世界怎样，我要给你我的翅膀。
梦初，好久不见。九哥，九哥，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冥冥之中觉得，这里可能是我最好的归宿。我现在很好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嗯，王初，你多保重。你也是，我会每天为你祈祷，祝福你平安健康。保重。念之，对不起。你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不用，医生说他需要静养，他看到你会情绪激动。法庭上那么做，我是逼不得已。知道现在跟你解释什么都是徒劳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告诉你，我只有这么做才能让冷家和肮脏的过去彻底告别。我只希望我的后半辈子可以正大光明的过日子，也希望你和萌初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。我知道这么做对不起你，对不起爸爸，对不起我们一家人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。我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申请，希望爸爸可以监外执行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想把爸爸接到郊外的别墅居住，想让他和外公生活在一起。一来呢，那儿的空气好，安静，可以有利于爸爸的身体康复；二来呢，那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，也能够把爸爸照顾得更好些，可以吗？也好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，生前心已碎，死后心空灵，家父人灵终有个家，家亡人散各奔腾，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。
前妈妈做的炸酱面啊，一定要配上两片独头蒜，这样子吃起来才香。来，走，现在没有人，你就放心吃吧。好。哥，你为什么还不肯跟我哥相认啊？他对我还有误会。有误会你要跟他解释啊，你不解释他怎么能明白呢？有些事情是解释不清的，就算你解释他也未必会信。你相信我吗？嗯。你都已经用行动跟罪恶告别了，我为什么不信你？可是以前我做了太多的错事。大哥，我爸爸跟我说过，不能用一个人犯的错误去衡量一个人的品质。大哥，我相信你是善良的。要是世上的人都像你一样善良，那该多好啊。不过大哥，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跟他说啊？你都不知道让我保守一个秘密有多难，我都快憋死了。再给我点时间啊。嗯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采访，我得赶紧吃吧，马上走了。哎，慢点吃，慢点吃啊。嗯，走了走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嗯。没想到冷监督会来这样的地方。我爱吃炸酱面，这里的尤其喜欢。我以为你吃惯了西餐，瞧不上这样的小吃。怎么会啊？这面里有回忆。回忆？照片里的地方认得吗？圣婴孤儿院，怎么了？这里面也有你的回忆。什么意思？当年轰动上姑的前市长谋杀案就发生在这里。最近我搞懂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要不要我说给你听？不用，我对这个不感兴趣。老板，我真搞不懂，当年你和他无亲无故，为什么要帮他？放火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黑帮的混混。你连放火的人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嗯，让我怎么抓人？抓人要证据，知道吗？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。官爷。
爹，求求你了，我娘我弟死的冤啊！把叫花子赶出去，走走。官爷，官爷，求求你了，官爷！我代表市政府对你们表示慰问。孩子们，祝你们在孤儿院生活幸福，你们是中华民国的未来，长大后努力工作啊，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，呵呵，加油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从这儿跑过去啊？站好，站好，来。去叫他。冷监督，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这位贤婿呗。一个小警察登不了大雅之堂，我看你们就不要往报纸上写了啊。这
我今天找你来是跟你谈一项交易，如果你替我做成一件事，我会考虑接纳你做我冷家的女婿。什么事？只要我能够做到的，我一定会尽力。好，我叫你去杀周世昌。什么？怎么，你害怕了？那就算我没说，不过我不能让一个胆小的懦夫来做我们冷家的女婿。以后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等等，我会去做，但你要有个周全的计划，确保我的安全。念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来拿点东西，本以为这房子被法院没收了，回来碰碰运气，没想到一切都没有变。我托朋友买下了这栋房子，想留下个念想。只要是老房子在，我们冷家就还在。房子还在，家却没了。你别走，只要你肯留下来，这里还是你的家。念之，请你嫁给我。我知道今天这个求婚对于你来说太突然了，可你知道吗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十几年了。自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可以为你而活。我曾无数次的想过该怎么向你求婚，可我一直不敢，我怕你会拒绝。在你面前，我就像是地上的污泥。为了你能跟我在一起，我可以不择手段。我知道你并不爱我，没关系，只要我能让你为我感动，为我披上婚纱，我可以用我这一辈子的时间让你爱上我。
对不起，是我太唐突了。你今天不答应我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我可以等到我们都等不了的那一天。等等，你就这么喜欢我吗？为了你，我可以付出一切。我不知道这叫不叫做喜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的，我答应你。真是太好了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碰任何毒品，也不可以做任何违背法律的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龙队长，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？宁晨，你不祝福我吗？这个人如果不是冷立威，我一定带上大礼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吧。如果你今天是来阻止我的话，我劝你还是别开口了。宁芝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如果你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他肆意妄为，就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，我觉得不值得。如果你愿意娶我的话，我就取消婚礼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也别劝我了，在感情上你比我还笨拙。说吧，多久没见他了？从庭审那天到现在。如果我是你，我现在就去。爸爸，怎么样？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？有什么需要告诉我，我来安排。报纸看了吧？是不是很般配？我是真心喜欢念芝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让她幸福。
是放弃生命这个主题，就不会和幸福若即若离。越来越清醒，越不可能轻易感受着寒冷的晶体。浪潮涌动着万丈人生情雨，他的喜怒你我不能参与。但木面具下孩子般的顽皮，曾无声无息的失去。你的每一条消息都是我的风景，生活总是难言怀疑。在那个夜里，上天赐予的经历，天蓝干和姜饼挡不住落叶化成春。深深刻在